欢迎收睇 G Channel Ultra。今集咧同大家开箱试下由韩国 Dream S Company 推出嘅首部支援 Bit Perfect 无损串流 DAP Ativo P1， 一部咧非常便携嘅播放器。好啦，即刻咧就进入开箱嘅环节 ，Let's go。包装盒就以白色做一个主色，正面有一个 Ativo 的 logo。盒的 size 咧就唔算细，但其实拆开包装之后咧 ，DAP 咧只系细细部咁样放在中间嘅啫。除咗跟嚟两张嘅保护贴，有一张我已经贴起咗噶啦。另外仲跟埋一条长一条短嘅 USB Type C 嘅充电线噶。包装方面大致上就咁多啦。嗱，睇 Ativo P1 嘅外观啦，成部机咧相当之小巧嘅。白色的部分用了聚碳酸酯的材质，配合银色磨砂铝合金的机会，这种浅色的配搭望落去机身够晒简约又清新，边缘采用圆角的设计，手感是相当之不错的，加上机身真的挺轻，只有 155g 而已，单手就已经可以拎到了，就算放落裤袋也是觉得没什么重量的，拎出家用是相当之不错。看看 display 啦，采用 4.1 寸高清 720×1980 解像的 touch screen， 来自 AutoCore 8核心的处理器，配合自家定制的 Android 系统，界面简约易明，用起来的时候操作都几流畅，由串流 app 切换去内置播放的 app 都完全没有 lag 机的，当然还可以透过 Google Pay 去装不同 app， 真的拎来打机看 Netflix、 YouTube 当成一个 multimedia player 这样用都挺不错。至于解码方面 ，Ativo P1 虽然机仔小小，但一样都是落足料，提供 Loon Ready 同埋 MQA Through Decoder， 同时支援 Native DSD 256，最高32 bit 384kHz 嘅音乐编码，而且仲用咗麒麟级别播放器嘅放大器同埋电路布局设计，搭载咗两粒 DAC ES9219Q 高性能嘅解码晶片，可以完全实现到 High Res Lossless 嘅音质啦。另外，内置64G 容量，仲有支援最高 1.5TB 嘅 micro SD 卡槽，咁就啱晒咧，中意自己买碟 read 歌嘅用家啦。嗱 ，WiFi 支援咗 2.4 同埋 5G 嘅，而蓝牙用紧 5.3 version， 支援到 aptX HD、LDAC、LHDC、AAC、SBC 等等唔同嘅编码。而作用力方面 P1 提供咗20小时嘅连续播放时间，亦都支援到 PD3.0 嘅快速充电。只要充电个半钟左右，就可以完美咁样充饱电噶啦。充电速度咧相当唔错啊！嗱，戴翻个头盔先啦。嗱，虽然今次影片咧系有赞助，但系咧都要讲翻句真心话 ，Ativo P1 喺推力上面咧就唔算话好大，阻抗较大嘅耳机咧就未必够力推得到啦。嗱，如果大家要落铺试机嘅话，就要有定心理准备啦。至于听歌方面 ，Ativo P1 提供了 3.5mm 同 4.4mm 平衡输出噶。嗱，两边我都攞过嚟听过，实际用起嚟嘅时候咧，喺冇任何 EQ 改动之下，调音偏向精致细腻嘅风格，音场适中，有不错的包围感，而人声又放得比较埋身。不过咧又胜在舒服唔刺激，听得耐咧都唔会有刺耳嘅感觉，就唔会有无刺感。而三频表现都系平均，低频量感就唔算太多啦。冲击感就一般，属于快嚟快去嗰类。如果中意好多低频 punch 感又要够劲嘅用家，今次 P1 就未必可以做得到啦。不过整体嘅表现都系一种容易令人讨好嘅音色，攞嚟听下日韩或者系广东歌嘅话都完全冇问题噶。另外特别要同大家讲下啦，今次 Ativo P1 加入咗 DAR 音质升频技术，可以处理到机内同埋串流音乐嘅音质，通过呢个独特嘅 remastering 技术。令到歌曲提升到 PCM 或者 DSD 的品质，的而且确听出来的分别都是挺大的。升频之后明显听到更多的音乐细节，表现出更加细致的效果，整个结像会出翻晒嚟，分析力又好了，乐器的分离度都有提升，而且人声方面听起来会更加有感情和有味道的。我亦都试埋用串流和 read 啲歌入机，听听两者的比较，看看有咩分别。发现到用 DAR 升频技术之后，串流音质同埋机内嘅 High Res 格式档案听出嚟嘅分别咧就唔算话好大，某啲歌咧甚至乎咧听唔到分别添。嗱，换句话讲啦，就算用串流平台都好啦，一样可以享受到 CD 嘅音乐品质啦。嗱，呢种升级听感嘅表现真系唔可以唔赞啊 ！DAR 技术提升音质嘅能力噶，所以基本上咧平时我都会常着住 DAR 去用呢部机噶。嗱，最后做翻个总结啦。
Actifal P1 机身的设计时尚好看，衬色简约清新，而且又够轻巧，很适合袋裤袋出街用的，边携性是相当之高的。另外搭载了高性能的晶片，提供 MQA 的 decoder， 能够支援到最高 32bit 无损的 Hi-Res 音乐档案。蓝牙 P 麦亦都有支援 aptX HD LDAC 的高清音乐规格，还有 3.5mm 和 4.4 平衡输出，基本所有配置都可以满足到入门级用家的。唯一我自己觉得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机身用起来的时候有点热，用一阵的话就已经有点暖手的感觉了，大家就要注意一下温度了。 Actifal P1 建议售价是3180元，价钱属于入门级，又不算很贵的。如果大家最近想找回部音色细致，规格有那么上下，亦都可以支援到 Hi-Res 串流播放，同时又可以吃到 32bit 档案的 DAP， 今集分享的 Actifal P1 是值得大家留意的。好了，今次分享就讲到这里了，喜欢影片的话记得给个 like， 有问题边留言，如果你觉得频道是帮到你的话，就记得 subscribe 和 share 影片出去了。好，我们下条片看看什么新的音响产品再跟大家分享，下条片再讲过，拜拜。